他知道你要买的、啊，看，但会不会有个尾的出现？对，好小啊，平常单吗？先放旁边。嗯。哇、哎，你、欸、好小台哦 ！DJI，DJI， 猛的 Mavic Air， 哎呀，这些都是喷射的，哦，都是保护的。哦，原来精华都在这一盒里面。我们要直接开了吗？可是那么多配件竟然一箱就塞光了，吓到我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有没有记错？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全能套装，特别贴啊。对啊，一盒就塞光了。保护贴纸啊，所以这个要贴的。嗯。发光了，现在发光了。你要帮他配吗？哦，好小台哦！啊，你啊，哦，好刺激哦！你还闻了一下，那有味道、啊，有味道就对了。哇、哦，哎呦，欸、有质感的遥控器，赞！嗯，啊，这个哦，电池吗？啊，这是配件，这是配件，配件。靠，那配件更小就对了，这台，靠，太小了吧！比想象中还小哎、欸！哇、哦，阿娘我呀，这个有没有我手机小啊？我应该是买 Air 吧？看这个跟我手机差不多大而已啊！傻眼！干、嗯！我是先不要乱用哦。空拍机耶、欸！可以先折出来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播出来。怎么播？等下跳一下就断掉了。哎呀，应该没那么脆弱。哎、欸，元泰，我们今天来干嘛？我们要来开箱一下首航 Mavic Air DJI 的产品。那、啊、首航哎、欸，算首航哎、欸，因为我们都是平常都是玩试飞。我们只有操打开它而已。对，大家来试飞，我要来开电源。好，手机连好了。校准呢、欸？校准啊？什么校准？校准，校准。好，不用吧？他叫我要校准，你说什么？校准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在加飞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对啊，在这边帮你用。哎、欸，这个新来的同学叫什么名字？哎、欸，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叫。欸、你要按录影哦。啊，元泰，这是哪里啊？我们在卫武营的凤山的卫武营啊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它这一栋新盖的国家艺术馆。哦，好爽哦！我要飞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我看不到空拍机好高哦。就我们现在要来玩它的模式，还有那个什么小行星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小行星模式、啊？没有小行星啊，那就先玩别的没关系啊。我要先起飞。啊、起飞。
它先对焦的。点选。哎，啊，点选好像就会飞出去了。三。哦，有了有了有。一。要来小行星模式了，我们终于研究出来了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我开了。这边有显示 capacity， 就是它还有容量。啊、赶快跟他比耶 ，Kingy 他去小行星了，成功了，他在哪里？我夹住了。日本手，对，日本手 King 级开始飞了。开始，我看一下哦。日本手，日本手的按键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哦，一样，都是那个反过来而已。对啊。哦，两边反过来。哎，你手为什么要抖？你这个声音太好笑了。一万多块，不会抖吗？哎、欸，你手怎么一万多块？你们不会抖吗？怎么一万多块？那么好玩，有什么好抖的？那么好玩，抖来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哥，你拍他的手，好不好？我来看。结果我们拍完了，外面真的是超级热，热到我们三个都湿了。对，结果刚飞还不错哎，第一次飞，但是完全没有不好上手的感觉。感觉它就是拿到后脑筋哇，感觉它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东西。对啊，真的很棒啊！还有什么一键模式，什么冲天，一飞冲天。对啊，还有小行星好像。有飞成功，但是好像影片没有那么大，因为它内建 8G， 我们发现它还可以扩充记忆卡，所以我们应该之后会再插记忆卡进去，这样可以拍更多影片。对，我、哦、第一次飞就直接给它飞到那个国演艺厅哦，对，演艺厅上面，很爽，真的超那个 view 真的是超级棒，然后那个飞机上面剩下一个点的那种感觉，一个点在那边，真的很远。那蛮推荐新手玩 Mavic Air 的，很好上手。它太聪明了，所以你不用什么技术、嗯，你只要稍微有点概念，你就可以飞了。对啊。今天我们飞行开箱试飞，两颗电池就这样结束。下次出去有再飞，再给大家看更多影片。然后呢，我们魏武营的影片就会剪接在里面，再给大家看。拍摄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因为实在太热，没办法再撑更久了。太热了，现在至少32度吧，我猜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就先这样。好，这次的 vlog 就先这样。OK， 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